怀念金曲唱不停，现场摸彩乐开怀。寿丰乡113年金龙迎春庆元宵晚会特别邀请到了沈文成、蔡圭、吴坤阿伯前来演出，包括县长徐祯蔚、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地方士绅等人也亲自莅临，并加码摸彩奖品。而寿丰乡长曾淑义表示，希望今年金龙年好运龙中来，寿丰建设能够起飞。寿丰乡113年金龙迎春庆元宵晚会日前在寿丰乡客家广场举行，晚会特别邀请沈文成、蔡圭、吴坤阿伯来演出，搭配了寿丰乡知名的社团表演，乡亲全家是总动员，一起开心同乐。乡长曾淑义表示，寿丰乡是全国平地面积最大的乡镇，寿丰乡各项建设以及社会福利都已经启动，包括生育津贴龙年开始每台提高补助20000元，伤害团体保险也增加到了30万元，就是希望能打造宜居祥和安乐的寿丰乡。像今年的感谢我们代表会支持，我们鼓励年轻人要结婚，然后补助生育津贴以今年度10000块提升到20000块，意外团体伤害保险，我们去年由刘乡长的150000提升到300000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在这里以守护寿丰、守护家人的初心，在这里打造安居乐业的家园。在我们寿丰亲引共好的寿丰，属于一定推动我们的幸福创生，以及以福利城乡的一个宗为宗旨。我也要跟大家报告，曾淑义乡长很认真很努力，跟曾蔚一样是女性，我们有女性的特质，所以事情看大也看小，就是希望面面俱到，所以是不是给曾淑义乡长给他掌声好不好？而包括了县长许祯蔚、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地方士绅等人也都亲自莅临，并且加码摸彩品，让寿丰乡亲提前欢度温馨热闹的元宵节。记者寿丰乡综合报道。